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这个私密的区哦，迪卡轩文件背包。我告诉你，这款不得了，真的不得了，背上去整个贵气十足。这个皮的质感，天，你有没有看到在发亮？重点是什么？它的设计的重点是什么？我相信有眼睛的你都看得出来，金扣凯旋门的 logo。天哪！然后搭配这种亮亮面的黑皮 ，Oh gosh， 怎么就是一个贵气感十足的包包？长度呢，我是把它调到最短，对，所以它可以当做肩背包，是这种感觉。啊，是你们看到、光打在这个包包上面，天哪，在发亮，整条街人都看。虽然我不太喜欢有人一直看我，这款真的很美。然后这个是背带最短最短的样子，背在我身上。然后呢，它可以再调长一点。前背是这样，我想摸我真的好肥哦。OK， 我一定会瘦回来的。先暂时以一个胖子的姿态在拿这边。就是斜背是长这样，它还可以更长一点，但是我个人就是比较喜欢把背带调短一点，看起来比较亮。背起来就是这样子。我要讲一句很肤浅的话，就是 Lisa 也不背 ，Lisa Blackpink 的 Lisa Blackpink Area 的那个 Lisa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容量，开关是坐在旁边这样子，一压然后就可以打开。我们这边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烫金的手印 logo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哦，它里面的夹层做蛮多，这个这边一个大的，然后前面再一个小的。边有个拉链的暗袋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，你可以非常清楚的分类你的所有东西。好，我们来看呢，就是它可以放到胸夹，就是小香水啊，或是你的就是消毒喷雾。手机我会放前面。好，然后呢，再钥匙，对，所以你出去的三宝其实都可以带到了。然后呢，看你还放完是这样子，然后你还可以再。这边还有前面还可以再塞东西。今天呢，这个 Celine 的 True Outfit 金扣卡旋门肩背包亮面牛皮款呢，就介绍到这边。那它其实还有很多颜色，如果你是 Celine 的忠实粉丝的话，我跟你说，这颗一定要收藏，一定要放在你的 To Be List 里面，这是他们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，非常的高雅，然后也是非常的贵气。好。如果有任何问题呢，欢迎私讯留言问我。然后这颗呢，我们也有帮大家在代购哦。拜拜。